各位你好，我系关玉莲医生。各位你好，我林俊图医生。 今日我哋想讲嘅系慢阻性阻塞性肺病，简称为慢阻肺病或者叫做 COPD。我哋希望喺呢度可以藉住以下嘅资讯去带俾大家一啲有关佢嘅资料，同埋点样可以处理慢阻肺病。我今日同林医生一齐去讲有关嘅内容。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高入院率。 同埋發病率，亦都係一個慢性嘅疾病。我哋希望佢其中嘅內容，包括有病徵、病狀、佢嘅發病問題、肺功能測試、氧氣使用、藥物嘅使用同埋復康等等。簡單嚟講咧，慢性阻塞肺病或者係 COPD 有幾個名稱，一個咧就係肺氣腫或者慢性支氣管炎。 呢個病咧就係一個好慢嘅發展嘅，初初嘅時候咧只有輕微嘅咳嗽或者係痰，咁跟住咧有時咧就係譬如傷風啊或者係感冒嘅時候咧就比較多啲同埋長啲，或者有時急性咧就唞唔到氣，慢慢嚟講咧個肺嘅機能咧就失去咗，變咗係呼吸困難，咁呢個疾病咧就同埋哮喘係唔同噶。林醫生所講嘅。 慢阻性肺病同哮喘病係有唔同嘅。慢阻性肺病嘅病人多數係年紀大啲，大部分都係煙民，佢哋食煙有一個非常長嘅時間，同埋症狀咧係常常都係常常有嘅。而哮喘病嘅病人大部分都係一個間歇性嘅呼吸問題，但係根據統計，大概有10%嘅病人。 同時有哮喘病同埋慢阻肺病，哮喘病嘅病人喺間歇期嘅時候，如果唔好好嘅處理，佢嘅氣道有炎症，亦都可以成為一個慢阻肺病嘅病者。我哋要知道兩個有唔同嘅分別，亦都要知道係點樣去處理。 我想強調咧，這個慢性氣管阻塞病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健康嘅問題，但好多時好多人咧患咗呢個疾病咧，就都唔知道自己係有咗。點解咧？我哋有兩個肺，除非咧我哋嘅肺嘅機能咧少過一半咧，除非你走去運動咧，就唔知道自己個呼吸咧就已經係差咗㗎啦。所以最準確的話咧，要做一個肺功。 肺功能嘅呼吸測試檢驗，先知道你個肺機能咧究竟係咪正常或者係唔正常。假如你哋想知道最新嘅對於呢個疾病嘅資料咧，喺加拿大同埋 BC 省嘅肺科協會咧都有呢個提供嘅呢個疾病嘅資料㗎。假如你屋企有人識講英文，可以上網的話咧，亦都可以上網www.COPD guideline。 就可以加多最新式嘅診斷啊、醫療咧同埋防止嘅資料。咁我哋今日同你介紹咧，就係點樣係診斷同埋醫療同埋防止個呢個 COPD 嘅疾病。除咗吸煙以外，亦都有其他引起慢阻肺病嘅危險因素，譬如空氣嘅污染、工業上嘅塵埃同埋其他嘅化學物品，我哋有接觸咗。 亦都會引起有關嘅問題。其他嘅係一啲先天性嘅缺乏 alpha 1 antitrypsin、 alpha 1 抗熱酶嘅減低，年紀嘅問題，同埋細嘅時候有接觸二手煙或者佢有氣道上嘅感染，呢啲所有嘅問題家族史。 如果係有嘅，係會令你嘅肺慢阻肺病嘅可能性增高。如果你有以上嘅問題，仲有食煙嘅咧，呢個咧就更加係成為一個大嘅問題啦。我哋亦都睇乜嘢叫慢阻性肺病，而佢係有繼續嚴重性咧，就係佢嘅呼吸。
越嚟越困難，有痰液，咳嘅痰好黏性，同埋咧行路有氣喘，而非間歇性嘅。我哋點樣知道我哋已經患上咗係慢性阻塞性嘅肺病呢？通常呢個病咧就係以40歲打上咧先會發生嘅。譬如一個人食煙，譬如10至20歲開始食煙咧，通常食咗20年煙打上咧，個肺咧就慢慢咧就功能咧越嚟越差啦。咁我哋點樣知道個肺功能係差咗咧？就可以咧，就譬如你又有問咳啊，或者痰啊，或者呼吸唔妥咧，應該叫你家庭醫生安排做一個肺功能嘅檢驗。呢、這個檢驗咧就冇痛冇危險噶，好容易做嘅啫。去到嗰、那個呼吸部嘅實驗室嗰度咧，就通常深呼吸，咁含住依個咁嘅機器個嘴咧，大力吹出去，睇你一秒鐘吹得幾多氣出嚟，同埋咧最多可以吹得幾出嚟咧，就知道你計嘅肺機能係點樣樣。假如個肺機能差的話咧，你個醫生可以同你商量咧，應該點樣醫治啦。雖然呼吸困難係慢阻性肺病嘅典型嘅症狀，但唔係所有氣促嘅病人都係因為COPD 慢阻性肺病，其中包括有心肺嘅問題、心臟衰竭或者佢哋嘅大氣道嘅阻塞，呢啲都可能係成為有呼吸系統嘅問題，所以一定要盡早去同醫生去商量，盡早診治。你需要戒煙，戒煙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令到你嘅症狀改善。無論你是早期或者是比較晚期，很多病人都問我們是何時才可以去做一個呼吸機能的檢驗呢？通常現在加拿大的肺科協會的提議，假如你是超過40歲，還有就或者以前吃過煙或者現在還在吸煙的話，應該問自己幾個題目。第一個題目就是你有沒有通常就咳嗽，第二咧，你有冇通常吐啲黏液出嚟？第三咧，同你差唔多一齊年紀一齊行路，有冇話覺得自己氣喘啲？第四咧，你晚上瞓覺嘅時候有冇有呼吸咧就係唔舒服？同埋咧，有感冒嗰時候，同或者係氣管炎，你會唔會咧就比正常人咧就比較長啲，同埋難長啲先好得翻？假如其中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肯定的話咧，應該你見你家庭醫生請求佢咧，同你安排做呢個肺機能嘅測試嘅檢驗啦。多謝林醫生咁詳細嘅介紹。我哋要睇下慢阻性肺病嘅病人，如果有急性發作、有嚴重嘅症狀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去幫佢治理？所有嚴重的病者，如果有症狀，應該盡快看醫生吃藥，因為呢、這個是一個嚴重的病，亦都可以引致死亡的。如果各位你們有慢阻性的肺病，在急劇發作的時候會咳嗽，咳嗽很多痰，痰液變黃或者綠，有發燒、有發熱、有嚴重的氣促，這些都是一些急性的症狀。很多時候我們在治理方面有一個治理計劃書，治療計劃書包括了你應該怎樣去處理的你的嚴重轉變，其中包括了有抗生素或者是類固醇的藥物，你應該根據醫生的治療和將你的病情講給醫生聽，依住長期食藥亦都要在根據醫生的吩咐，在有病毒或者細菌的感染，很多時候會引起急性的發作，但亦都有很多其他的併發症，例如急性的心臟病、心臟衰竭或者是肺積水、肺炎，這些都是可以引起的原因。為了避免病情的惡化，應該有規律的食藥，正常的使用吸霧器，戒煙，增強營養，有規律的運動，這個是可以明顯地令你的病情和你的健康去增強的。
所以頭先關醫生講咧，兒童要點樣係要做一個醫療嘅計劃，依個係好緊要噶。所以同你個家庭醫生或者你個肺科嘅專家咧，要做一個醫療嘅計劃。假如你個肺嘅病情突然惡化的話咧，你同埋你嘅家人應該知道點樣幫助，係可以睇到你去應付依個惡化噶。而家同大家討論一下，假如你急性發作嗰時候，應該點可以防止到？第一，每一年要打一個流感針，每五年打一個肺炎針。第二咧，要按時去見你個醫生同埋服藥。第三咧，就要最多你避免咧，就係唔好吸二手煙啦。第四咧，當人煙沉嘅地方，尤其是咧就係冷性感冒嘅季節咧，人多嘅地方就唔好去咁多啦。第五咧，要常常咧就洗手。第六咧，要適當嘅營養同埋咧休息。同埋第七咧，就要保持你個日常嘅運動同埋體練啦。林醫生，我而家要介紹有關就係藥物。藥物雖然唔能夠治癒慢阻肺病，但係當然能夠改善佢嘅症狀，令到你嘅生活質素有改善。同埋當你食藥嘅時候，你要知道個藥嘅名、佢嘅作用、副作用、幾時需要用同埋幾時停。治療慢阻性肺病有好多唔同嘅藥物，其中包括咗支氣管擴張藥物，最主要嘅有兩大類。第一大類我哋叫做 beta agonist， beta 受體激劑，呢度其中包括咗Ventolin、Briquinil、Oxy 同 Suravent， 亦都有抗膽炎嘅製劑，包括咗Atrovent 同埋 Spiriva。 呢幾種唔同嘅藥物係直接吸入去到支氣管裏面而擴張氣管嘅，佢令到氣管嘅平滑肌放鬆。而家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物質會介紹點樣去做一個正確嘅吸入方法。我哋將放鬆了平滑肌以後，身體的功能進步，可以多些活動。另外擴張支氣管的藥劑有口服的藥片，包括了 Theoder 和 Unifin 幾種的藥物，有很大的副作用，和其他的藥物有抗衡的作用，所以在醫生方面是比較少用，除非是一些特別的個案。吸入支氣管所有的藥劑有一個直接的作用，而副作用少，亦都可以和其他藥物連同使用。另外一個很大類的藥物是類固醇的吸霧器。類固醇的吸霧器有 Elvisco、Flovent 和 Pumicort 幾種的藥劑，是會減低氣管的炎症，令到發炎的作用比較減少。除此之外，亦都有混合劑，將長期的支氣管擴張藥物加埋吸入的類固醇，而其中包括了 Symbicort、Advair 和 Advair 的蝶形吸霧器。各種的藥物是可以幫助減低慢阻性肺病的炎症。當你一開始用藥，你要依住醫生的吩咐繼續用藥，不可以自己停藥。當你的症狀開始有改善，如果你要改藥劑的時候，一定要跟醫生商量，要定期看醫生，同埋去的時候帶齊你所有的藥物，以便醫生去檢查同埋咧，去改善你嘅治理程序。頭先關醫生話俾你聽，嗰啲藥物咧係好安全嘅，好少富有副作用。但當然咧，每一樣藥咧，啲有啲人咧都唔可以承受得嘅。所以假如用咗啲藥係唔舒服的話咧，應該即刻去見你家庭醫生，話俾佢聽有啲咩症狀。
同時咧應該話問你家庭醫生咧點樣可以參加依個教育嘅小組討論會，因為依啲教育嘅討論會咧可以幫助你再教你點樣用依啲藥啊，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啊，或者你有咩象徵嘅時候點樣處理法，同埋點樣減輕你嘅呼吸嘅困難嘅方法。我哋曾經討論點樣可以幫助慢阻性嘅病人，我哋希望去減低佢嘅病情惡化。你哋應該知道喺無論任何嘅情況之下，要病慢阻性肺病都要長期嘅護理。喺疾病任何階段，教育去干預病情嘅進展，都可以改善你嘅運動量同埋生活嘅質素。我喺呢度同阿林醫生一起去講一次，最緊要係戒煙。戒煙係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可以減低疾病嘅進程，亦都可以舒緩咗佢嘅症狀。喺任何嘅時候，戒煙係要會減低肺病同埋心臟病同埋心血管嘅問題。戒煙的方法包括了尼古丁的代替劑、一些口服的戒煙藥和其他的小組支援。所有的問題，如果你需要的，可以向你的家庭醫生諮詢有關的方法。除此之外，你需要去防止去接觸其他一些污染物，例如空氣太污染的時候沒有出街，如果你在工作上有接觸一些化學物品或者其他刺激物，你可以考慮去戴面罩或者口罩去防止接觸，或者是考慮去換一份新的工作，避免去接觸這些這樣的物品的。有一部分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呢，就需要氧氣，因為假如是缺氧的話咧，個人咧覺得唔舒服，咁用咗氧氣之後咧，個人咧就會舒服啲，同埋咧就生活咧又亦都比較會正常同埋長命啲。氧氣咧有分開幾種嘅，好多病人咧就好恐懼咧有個氧氣筒喺屋企裏邊啊。其實咧就氧氣筒咧，假如適用的話咧係好安全嘅。有三種嘅氧氣嘅設備，第一咧就叫做嘅制氧機，第二咧就叫做一個壓氧機，同埋第三咧就係依個係流體嘅氧機。嗱，壓氣機咧通常咧就擺喺睡房裏邊，就咁啊插個掣喺個插蘇嗰度，咁咧就將個房嘅空氣咧就轉咗係氧氣，咁可以用得。依啲機咧就好安全噶，咁啊最緊要擺一個係空氣流通比較凍啲嘅地方，就唔好擺嗰啲花盆啊或者有啲嘢擺上個機器裏邊啊。咁有條管咧，可以擺喺個鼻哥度，咁喺個好長嘅，喺個唔單止喺個病房，同埋喺個出邊嗰個living room 咧，即係都可以行得到嘅。咁可以即係20-30尺咧，都可以夠長，可以屋企行得到。但假如出街的話咧，有兩種方法。第一個咧，用一個係一個鐵嘅壓氣嘅氧氣機。咁咧，依個機咧就最緊要咧，就要教嗰個初教嘅時候咧，開咗個掣，聽下係咪有氣出嚟，有氧氣啦，然後教到一個醫生話俾你聽嗰個度數，譬如一啊、二啊、三或者四咧，教足個度數咧先好用。第三個方法嘅時候可以咧用一個液體嘅氧氣管，依個液體嘅氧氣管咧就其實有兩部分嘅。第一咧就好一座大啲嘅機，係喺屋企可以係再針落去一個細嘅機。嗰、那個細機咧可以帶出街用幾個鐘頭噶，咁就最緊要咧就要校到啱嗰個度數咧，然後先用。嗱，依啲咁嘅液體氧氣機最緊要咧就唔好擺喺高温即係氣温嘅地方，或者係有火嘅地方，因為唔係可以會爆炸。就最緊要咧就唔好食煙啊，因為食煙用氧氣咧兩樣嘢唔啱噶，一定如果食煙的話咧就唔可以屋企用氧氣。慢阻性肺病的治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復康計劃。一旦你診治到有慢阻肺病，
根據你嘅病情嘅程度，一個復康計劃對你有好大嘅幫助。你該保持一個積極嘅生活模式。復康專家可以教你點樣去鍛鍊身體，同埋咧係治理疾病。佢亦都可以幫助你保持一個積極嘅生活態度，改善生活嘅質素。復康期間包括有訓練肌肉嘅量同埋肌肉嘅耐力，特別係呼吸運動。佢可以讓你學到幾種唔同嘅呼吸方法，亦都可以增多氧氣啊，走入去氣量，走入去肺裏邊，亦都可以教你幾個鍛鍊體能，減低自己勞損，減低你嘅勞累，更可以喺其中嘅內容喺睇以下嘅網頁啊，大家如果有筆嘅可以寫低佢。你可以請你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介紹佢啲復康計劃。喺呢度我供應俾大家有關大溫地區嘅復康計劃，佢哋嘅知識喺邊間醫院，同埋佢哋嘅電話係幾多嘅。咁我哋咧喺個幻燈嗰度請睇一睇。運動咧係對於慢性阻塞氣管病咧就係好有大幫助嘅，因為運動咧可以增加個心咧就泵血，同埋咧就將嗰啲氧氣咧就去到新嘅組織嘅同埋細胞裏邊噶。咁通常你假如係個人運動係同埋有鍛鍊的話咧，同一樣嘅肺嘅功能咧，亦都可以做嘢做得多啲。所以運動咧可以幫助你個姿態啊，同埋呢個呼吸嘅機能，但係運動之前咧，最緊要做一個熱身運動先，大約係10至15分鐘到。通常呢個熱身運動啊，將你個頭啊、頸啊，就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咧，就係喐下，同埋個膊頭咧就要去打下圈啊，同埋喐動下，跟住腳皮踏步啊，同埋咧就係用個腳踭咧去踢下。咁做完呢個熱身運動的下咧，之後咧可以行出街，出去散下步啊。譬如天氣凍的話咧，你可以去嗰啲市嘅工場咧，就可以去散下步。屋企裏邊咧就可以咧就係譬如上樓梯啊，或者係用個自行車咧，亦都可以咧就鍛鍊你嘅身體。咁最緊要咧就要慢慢開始啊，唔好咁心急啊。初咧就做慢慢做少啲，然後慢慢就增加，就做得長啲同埋多啲咧，就可以鍛鍊到你身體。同埋運動之前咧，可以用兩口呢啲短性嘅支氣管擴張藥咧，可以幫助你咧就運動嗰時候咧個呼吸會比較好啲啦。除此以外，控制你嘅心理壓力都係好重要嘅。生活中有好多無形嘅壓力，如果你有慢阻性肺病，當然就更加有焦慮。我希望可以睇到就係焦慮好多時會引起氣管呼吸急促，呼吸急促你會更加焦慮，當兩樣同埋一齊嘅時候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教你點樣學習去控制呢個惡性循環，改善你的呼吸，令你有一個積極的生活態度。我們教你兩種不同的方法，一個是叫做呼吸術，英文叫做 Poureslami breathing。 我們放鬆人，閉上眼睛，唞一口大氣，吸到令到個腹部張開，張開之後用嘴合埋個嘴，好像小小閉合咁，慢慢將佢呼出嚟，等一陣間再重複，就好似以下咁。令到肺部擴張嘅時間多咗，而氧氣吸收嘅時間亦都長咗。第二種嘅方法係視覺化嘅技術。好多時人有好多唔正常或者一些負面的影像在身體在看下去，我們要清除這些負面的影像，以一個正面的影像集中注意力，令到自己身體放鬆。
令到自己有一個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感官。我們要集中將我們的感官集中去令到這個影像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要保持這個畫面直至我們的運動完了。每一次做這些練習應該好好地去學習到，來增強自己去面對焦慮和呼吸困難。除了運動之外，我們也要注意，應該注意到是飲食的問題。因為患上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的病人，呼吸和正常人比較需要多十倍的機能，所以我們應該要吃多些東西增加營養才行。但很多人吃了東西吃得多的話，就覺得疲倦，或者個胃就頂住唞不到氣了。但我們不需要一天吃三餐，可以分開四餐或者吃六餐，就吃少一點。還有最好就是早上就最吃得最多的餐應該是早上早餐前那時吃。飲食來說，我們應該就注意是吃些什麼東西。我們應該吃多一些有蛋白質的東西，譬如我們裡面食物加多一些，有些是奶粉啊，或者是蛋白粉，或者大豆的蛋白粉呢，就加上去一起吃，會增加這個蛋白質 的營養。還有我們也應該需要大約25至30克的纖維。那麼纖維呢，我們可以吃是全麥的麵包，或者是麥皮呢，就可以幫助這些纖維的組織已經吃得夠了。我們需要就要減低食，可以吃的東西會很多氣的。咁譬如有啲咩食物會產生好多氣呢？譬如係好多大豆啊，或者油好多肥嘅嘢，或者係煎炒嘅嘢，辣嘅食物咧，同埋即係椰菜啊，或者係白咖喱咧，食咗咧有時會產生好多氣。咁你要注意一下食咗咩食物。假如食親嗰啲嘢咧都係頂住個呼吸唔係幾妥的話咧，應該避免食嗰啲食物啦。各位，我想喺呢度總結一下我哋所講嘅嘢。慢阻肺病是一個會逐漸你身體衰退的慢性疾病，但這個疾病是可以控制、可以減退它的進程，應該有正確的面對它，要保持一個積極的心態，開心地生活，主動去關心你的健康，從你的醫護人員裡面提供了有關慢阻性肺病的知識，不要吃煙，遵從你的治療計劃，時時去看你的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忠實地食藥和鍛鍊身體，你和你所愛的人更加能享受生活。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不要猶豫，可以問你的醫生，或者問我們，或者在個錄影帶裡面去吸收在其他的提供資料。千萬記住，假如你沒有吸煙的話就不要吸煙，假如在吸煙的話要立刻就要戒煙了。還有每一天要注意你的飲食和運動，要鍛鍊你的身體。假如你是咳多了，或者痰就轉了黃色或者綠色，或者吐些血出來，或者你呼吸突然不妥，要立刻去見你家庭醫生了。關醫生和我希望這個節目對你有幫助，我們想多謝你們的觀看和傾聽。多謝。